然后哇，你们对啊，哇，这回答得很精准，然后还会矫正我的错误，太棒了。好，那我们就开始哈。现在呢，我们要进入那个四福音书编年史。那照 Michael Rue 的讲解，好，我们开始。这个就跳过了。好，就这个，大家还有印象吗？哈，好，他的那个中文的哈，中文的呢，他在已经在这个已经在网络上有卖了。你们可以，我们这次呢，我去 Michael Rue 那边，差不多两个礼拜前哈。又带了一些过来，可是那边不知道还有没有剩，今天都完没有了。可是呢，你们，就是网络上买得到了，但是这台湾还没关系啊，我们再这个看看怎么弄。Anyway， 最少你现在买得到，或者你有朋友，美国有朋友，或者你们要买的，一次哈、看多少人，讲一讲，然后我们帮跟我们讲，我们再帮你买好了，买了寄一箱过来，你们自己去分啊。也可以啊，好不好？好、哦，就是这个了。好，那这里面呢，我实在很佩服他，真的能够把这个制作出来，真的，他说他花了三十几年的功力，我绝对相信的。而且呢，这里面就像他所讲的呢，如果有一个地方不对位，全盘都垮，就好像堆积木一样。有一个地方不对，下全部要垮掉，重来的。因为在那个我们读圣，就是也喜欢研读圣经的人，我们都知道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得着这一部分，然后呢，觉得好像这个就是全部，然后想要用我们所得着这个全这一部分去套全部。那有时候我们自己也知道套的还不错，有时候觉得套的有一点勉强，我们可能要 tweak 一下 stretch 一下，但是总是我们。想要尝试去解释更多嘛 ，OK？ 那可是呢，这里面是要有一个愿意被修整的态度，好、哦，包括我自己也一样。我每次讲说，就是说我们都是瞎子摸象，瞎子摸，大家都在玩拼图游戏。那神哦，绝对不会就是给一个人全部的图啦，那不是他做事情的法则啦，因为他喜欢呢，只给这个人一点，给那个人给一个，所以我们互相需要一个合一，而且互相觉得哦，你怎么知道这？哦，你怎么知道这？哦，原来是这样哦，你怎么互相在一起？他喜欢这样子，好像一个爸爸一样，喜欢在儿女们就这样子很热闹，彼此分享什么哇，大家哇来哇去，哇来哇去的，你好，就是这样。OK， 所以呢，所以我们Michael Rue 呢，他有一个很好的部分，就是说他他就是很诚实的来面对他在解经的时候所碰到的任何一点小的地方了，他不会把它放过去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如果不解决的话，等于牵连到其他的这样子。所以呢，根据我研究他的东西这一年多来，我觉得他有常常跟他花时间，所以我觉得说这一点是非常棒的一个风范了。那也是因为这样，他的东西我觉得有很高的品质在里面，好，那很少的假设，哦，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来看哈，基本上，我们看下一页哈，因为要看这个，要明白这个哦，这是一个很宏观又里面有很微观的东西，全部都综合在里面。可是呢，我要先跟大家建立几个很基本的怎么来看那个图表，好，这样子。那么基本上你会在这个图表上面看到这样子的系列，好，那这个 S 呢 ，OK， 这个 E 哈是代表第一周的第一天，好不好？然后呢，到这个二是代表第二周的第二天。第一天。I'm sorry， 对，谢谢。好，第二周的第一天，这是第三周的第一天。好，这样看好不好？好。然后呢，安息日这 S 是代表安息日，因为安息日是一个礼拜的最后一天嘛，好，第七天。好，所以你看到 S 就知道说，好，这个是安息日。那安息日是我们现在的太阳历
的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礼拜五晚上，礼拜日落。对，好，很棒，就是礼拜五日落，好，然后到礼拜六日落，好。讲到这里呢，我就插一点话，就是那个创世纪哈，创世纪里面有白天，有早晨，有晚上，还是有晚上有早晨？好，有晚上有早晨。好，其实创造里面哈，已经有创世纪里面有隐含的救赎的概念，救赎的概念。好，所以呢，是先有晚上才有白天的。为什么？因为光进到黑暗里面。好，那为什么这样？就好像我们个人的灵命、个人的生命一样，原来是约面黑暗、空虚混沌，不是那个温州大混沌那个混沌，是完全没有秩序，一个混乱的人生的状态。OK， 但是这个光，只有这个光可以穿透那么深层的黑暗，然后到我们的灵性的瞎眼可以被打开来。然后我们才开始来追寻，可是呢，这里面呢，我们有，因为才刚刚开始，所以我们的晚上很长，白天很短，然后日夜交替，就代表我们灵性里面的 struggle 那个挣扎，一下魔鬼的声音比较大，一下觉得魔鬼比较可爱，哦，结果就发现被骗了，赶快又回来，哦，神啊神啊，你才是圣洁的，你才是我值得追求的。日子过了好一点，又过去了，然后又软弱了，又回来，这边摆来摆去。可是呢，这个摆幅呢，刚开始很大，越摆越小，越摆越小，摆到后面说，神啊，这次我抱住你的大腿了，我再也不离开你了啊。那个时候，那个几乎就是好像到的启示录了，好，就永昼，就再也没有黑暗。都是永远的白天，那义人的路就像这样子，越走越明。从刚开始一点点很黑暗，全部都黑暗，里面开始有光进来，慢慢白昼越来越长，黑夜越来越少，到最后直走到日正当中，就是等到启示录新天新地。好，这个。好，那这个就安息日在这里。好，下一个，你们会看到哈，这边有三个。先讲一下儒略历哈 ，Julian Calendar，Julian Calendar，Julian Calendar 不是我们现在格里高月历，我们现在用的那 Gregorian，OK，、okay? 那它是根据这个 Julian Calendar， 那即使是 NASA 他们都是照 Julian Calendar 在走。OK， 所以这是 Julian Calendar 上面，这是在耶稣那个时代呢，也是罗马帝国就是用这 Julian Calendar 的。再来呢，然后你看看这二月有没有？好，基本上就是太阳历了哈，阳历了哈。那这个二月、三月什么是下去？这个是好，但是不是犹太历的二月哦，大家区分开来哈。这个是。上面这个是符合圣经的希伯来历，符合圣经的希伯来历。那符合圣经的希伯来历，大家都已经有概念，反正就是新月开始啦，还有晚上开始啦，一年怎么开始，大家现在都有概念了。好，然后一个星期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的这个，在希伯来讲，他没有什么 Monday、Tuesday、Wednesday 什么，有没有？这西方人这种，因为 Sunday 是什么？太阳日嘛，敬拜太阳的日子啊，敬拜太阳神的日子，所以叫 Sunday 啦。OK， 这是用来糊弄我们的啦。OK， 他们好，那你那个希伯来他就叫 Day One， 用数字 Day One， 一个礼拜第一天叫 Day One， 不是太阳日。OK。然后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Monday 我们华人就是把它变成星期一，所以这又搞混了我们。所以我们以为，我以前老是以为星期一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呢，啊，星期二才是一个礼拜的第二天呢、啊。吼，结果呢，差不多几年前我才搞清楚，原来不是哎，原来 Sunday 啊 ，Sunday 是 Day One 啊。
OK， 对，那星期一是第二天，一个礼拜第二天是这样，所以大家先，好、哦，因为这个很重要，到最后我们要学习从一数到三。如果你这个没有弄清楚，你一会保证你一数不到三的。好、哦，好，再来呢，老师，这个是我刚刚讲的 day of the week， 我们就忘记什么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不管它，就是 day one、day two、day three、day four、day six， 就要这样子，哈、哦。哦、oh, ，sorry， 这个那个啊，对，重讲，不然会误导。这一个上面这个才是，好、哦，这个安息日就是第七天啦、啊。那再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安息日就这样，好，这样清楚了哈、哦。这个是基本的。好，另外还有一个，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这个是代表什么？这个是代表那个月的第几天？希伯来历就是月亮新月 升起来的以后算第一天嘛 ，OK， 那就从那样一二三四五六这样一直算，所以因为这样你会看到这个，有没有？这个代表的意思呢，就是月亮照明度 ，illumination，ILL 简写 illumination， 太阳的照明，月亮的明亮度啦。那为什么要讲月亮明亮度？就是在讲它这个。新月的时候出现第一抹弯弯的新月的时候，那个你眼睛可以看得到看不到，那个明亮度，这个是有数科学上的计算的。所以呢，比如说这个是1.16%，好，这样子。那就开始了新月，就是所以你看到第一天有没有那个月的第一天，然后这个9.62度 AH， 好，那个是指的是。Above horizon, degree above horizon， 就是地平线以上的度数。所以这个新月出现的时候呢，它就是在地平线一点点的地方出现而已。OK， 然后明亮度不，然后不高，然后呢，有时候也很快就不见了，所以才要 keep watching 这样子。好，那这边就解释完了，再来。那四福音书。各自记载不同的事件，那他用什么方法把福音书在时间的序列，我们讲 chrono 的，我们现在讲时间的序列，好，这个 chrono 呢，他用什么来整标？他就是用这个事件，耶稣喂饱5000人这个事情，因为这一件事情呢。是在这个神迹发生的夏天结束，当12个使徒被差派的工作返回的时候，是在吹角前三天，也是祝棚节前的18天。那这个事件，因为四福音书刚好都同时记载了，所以呢，他就用这个把四福音的数的那个事件呢，照这一个当做中心的标准线，然后往左边或往右边展开出来。把它放在时间的序列里面，这样大家清楚了哈。好，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整部时标了 ，synchronizing marker 整部时标。好，这样大家清楚。好，再来，我们现在讲70个7哈，现在讲70个7。Eva， 这个是第70个7哦。还是70个7，我、哦、这个好像这个我们不讲嘛，不是吗？因为困惑。好，先讲这个。他这里面还有一个，他一个我觉得如果他这些呢是真的是精确的话，那他这个见解就成立。他说哈、哦，但以理书的70个7的预言，还有耶稣的，就是不只是在那个。末世的这个时空里面的应验，而是他第二个层面是在耶稣的个人的事工上面也有70个7这样的一个 pattern， 这样的一个模式，而且这个模式放在他这个整个图表里面呢，你可以算出来62个7，算出来1个7，你可以算出来7个7，这样加起来多少个7？70个7。这个七十个七呢，
同时是跟但以理书里面讲的那个七十个七一样，也是分成三部曲，大家记得吗？好，七十个七里面就先分，先有一个七个七，有没有？好，然后再来一个六十二个七，然后最后再来一个最后一个七，这样子。那个七个七就是耶路撒冷的圣，就圣殿重新被恢复，好、哦，那个七七个七，然后呢六十二个七就是弥赛亚君要出现的时候，然后最后一个七就启示录的最后一个七。那这个六，那大家不要被这个数字上面的七个七跟六十二个七跟一个七哈、哦，误导哈、哦，其实它是一个 label， 是一个标签呐、啊、哈。哦，当讲六十二个七的时候，是在讲第二段，大家知道吗？前面的我们讲七个七是在讲前面这第一段，这个它的标签就是这样标的，七个七。第二段就是六十二个七，然后到六十二个七以后呢，这个末世的时钟啊，就照着我们刚刚那个我们这个姐妹念的那个耶稣那个时候在以撒书六十一章的时候。他讲了报告神悦纳人的恩年，然后停下不念了，他停下来。但以理书六也是同样的，末世时钟本来滴答滴答滴答，七个七，六十二个七都滴答滴答，一直开始跑跑跑跑跑跑，很快就要到最后一个七了。可是因为耶稣宣告那一个停下来了，就是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停下来不念后面的。耶和华那个神和我们神报仇的日，神报仇的日就最后那个七要展开的时候 ，OK， 所以那个停下来，末世时钟也跟着停下来，咚停下来。好，那什么时候要开始跳动？那就是关键时刻。那也就是为什么 Michael Rue 啦、Mark Bios 啊，他们这些研究预言很深的这些学者们，他们就一直觉得说 ，Oh my God， 这个。Rosh Hashanah 现在所要即将来临的这个吹角节，是不是就是最后一个七要启动，滴答又要开始的时候了 ？OK， 就是这样子。那那个 Mark Bios 跟我说，如果说今年没有发生事，明年没发生事的话，他说他一切的研究都垮了。他说因为。他说没有像现在这样子那么多不同的各方面天文历史可就政治什么太多的事情，这样子所有的 sign 社会的 sign 全部汇聚在一起的时刻啊。然后他说 I'm not aware of 后面 还有像这么大的 sign， 他说他也好像没有察觉出来后面还有像这样子的，所以 something got to happen， 如果不 happen 的话，他也说、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办。那讲到末世，大家就很紧张。OK， 那 Mark Bios 又讲了一句话，说那 End Time 的时候 ，End Time 的时候呢，最后七年，这个呢是人类历史时空最精彩、最兴奋的时刻。为什么？光麦子加速成熟，麦子也加速成熟。看你是，我们都是属于麦子。我们是属于你们这一群的，还有另外一群属于什么？他们那一群是属于什么？麦子的，两边都加速成熟，加速成熟，唰，收割就到了，两把大快镰刀，会有两把，你看启示录有两把快镰刀 ，OK， 一把是耶稣自己收割的，人子自己收割，还有一把是天使收割 ，OK， 两把。一把就是收割麦子，一把收割麦子，麦子收割完了要怎样？放到哪里？仓库里面保存起来。麦子收割了要怎样？烧掉。OK， 好，这样。那所以，那比如说，当有火灾，大楼有火灾发生的时候。有的人往外冲，有的人往里面冲，那、啊、就看你的呼召是什么。
好像911那一天啊，你有没有看到一大批的消防员往内冲，不顾生死的往内冲？他们的呼召啊，就是要灭火啊！灭火的时候到了、啊，这是我们兴起的时候啊！我准备了那么久，灭火的时候到了、啊，我好不容易训练了这么多，灭火的时候到了啊！有这么大的火，我还能够错过吗？啊，我功夫练假嘞 ，right？ 这样子啊。Michael Rood， 他很相信，他觉得非常非常有可能，所以他已经订好耶路撒冷旅馆。他我去找他前几个月，他就住在那里。然后他说我已经预先订好就这里，而且就在耶路撒冷那个旧城区，然后那个旧城区啊旧城，然后呢那个旅馆，他有旅馆，他说他有窗户的，二楼他要二楼，然后他有窗户。为什么你知道吗？他说要捍卫以色列，捍卫耶路撒冷，因为他是海军陆战队出身的。你知道，他说在那里他可以架着枪。OK， 好。然后呢，他说那个时候核战可能会，就是那个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的那个热核武器战争可能会发生的，以色列，好、哦、发生在以色列。然后呢，如果他没死的话，第十天约柜显露出来。就开始最后一个期，因为当约柜一显露出来以后，以色列一看，你不用讲，我们真的把我们以色列，我们的主钉的耶稣真的是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真的把他钉了十字架，因为没有人的血会神会耶和华神会容许任何人的血落在约柜的西边的 ，impossible。何况就在他的那个位置上面三十公英尺的上面，就是十字架的洞。Perfect evidence， 不用任何人，不用我们这些华人们很辛苦的，外邦人很辛苦的去跟他说，他是你们的弥赛亚，哎呀，然后他说，哦，你们就业都搞不清楚，还能给我乱传一通。OK， 那个时候因为什么？神为他爱子耶稣所做的见证，大不了，怕自己泄露、揭开，就好像当初的约瑟，当呀，就说那个约瑟呢，跟他的弟兄们见面，显露他自己的时候，他把埃及人都支开，他不要他们在场，来，然后呢，他自己。显露 reveal himself 给他们，因为那个帕子不是完全的帕子，是 partially， OK， 以色列部分的帕子是谁放上去的？是神自放上去的， right， 神自己要切掉， OK， 当他 reveal 他的时候，他的兄弟们吓了一跳，原来你真的是我的弟兄啊，我还以为你是埃及人呢。哦，因为他们，哦，好像我们台湾人，我们把那个妈祖的那个妈祖呢，把它变成金发碧眼的，然后呢，就拿不就是、啊、外国人啊，把妈祖拿去了，然后呢，又把它弄成金发碧眼的，然后又拿回来到鹿港，说这是你们的妈祖啊，你们来拜他哦，那他就是撒谎。一样啊，那、啊、我们过去呢，外邦的教会呢，就是把以色列犹太人的王变成金发碧眼的白皮肤的帅哥，然后呢 ，you know， 对啊，然后这是你们的，一点没有犹太的味道。他说这是你们自己的搞出来的 ，you know， 我怎么信得下去啊？来，啊，不只是叫我信。信而已，还要别叫我吃猪肉，叫我吃火腿汉堡，来证明我是真的信了耶稣。啊，我们的弥赛亚不是明明白白的，圣经里面不是明白告诉我们说，那个先知来的时候呢，他是要完完全全呢，会不会违反耶和华神的话语，他的妥拉的吗？他不是妥拉中的一点一话，他都不会废去，他也不会违反的吗？他怎么会叫我们吃猪肉？
为什么我信了你们这个弥赛亚，我就要吃猪肉来证明我信了我们的弥赛亚？啊，不然你把道理讲给我听一下，我讲出来。所以我们要先悔改啊！我们搞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了，我们承接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对不起，我讲，我第一次去以色列回来，我就说哦，什么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很好的心愿，我跟你讲，传不进去的，因为我刚，除非你真的对这些他们妥拉跟我这样要那了解，你从那个里面，不然耶稣说。他们就是有摩西五经啊，有摩西教导他们啊，如果摩西的话他们不听的话，他们也不会听你的话啊， right？ 他们会听什么？你要把妥拉讲清楚啊，妥拉是神的话语啊。那这个先，我耶稣他也不会违反妥拉啊，你要从妥拉里面来告诉他们说耶稣真的是弥赛亚。你跟他讲说现在是新约时代了啊，那个旧约妥拉律法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面了，哦。那说他就翻给你看说，哦，耶和华神有吩咐我们说哈，就如果我们当中有兴起先知来，然后呢，他所说的预测的事情，哎，也真的实现了，也叫这样发生了，他也能够行神迹，可是如果。他教导你背离我的妥拉的教训的话，你们要把他用石头打死。这提供我们一个检验的证据哦。到了末世的时候，假先知、假教师，欧保罗弟兄到底是不是假教师？你们要用妥拉来检验。如果我吩咐你讲的是要你背离妥拉的话的教导的话，那就是假教师嘛，很清楚，假先知啊。所以就算他可以行一切的神迹奇事，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为什么敌基督来说他一定要废掉律法？不法之人啊，沉沦之子，不法之人啊，那个不法的意思就是违反妥拉，那个法就是妥拉，妥拉 ，OK， 他来，他会想尽办法把以色列带离妥拉 ，OK， 这样子。所以你们如果是有这样，你们要把他用石头打死，因为耶和华神故意让这个事情发生，好试验你们，你们肯听从他的话或不肯。最后两个见证人，启示录，那心毁坏可真的站在圣地的时候，耶稣说，在房顶的不要下来拿油，你要赶快出去，来，在外面城外的人不要进来，因为大灾难就开始，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像这么大的。为什么讲这我又忘记了？啊，哦，不法之人，谢谢啊、哦，所以你们要认真的听，哦，不然我会讲到那个，那个短路、啊，好，所以不法之人呐、啊，好、哦，哎，他是不法之人，然后沉沦之子，沉沦之子，对，那个时候站在身哦，两个见证人 ，OK， 出来，好，两个见，因为那我们听读这个的时候，听的这些基督徒看这个启示的这些基督徒就知道啊，就快跑了啊，都跑了嘛，出去了。那谁在那里？就在耶路撒冷城里面跟敌基督打蛋，有两个见证人，那两个见证人，他们可以从天降下火。不是从天，他是从口中吐出火来，那个假先知才是从天降下，所以吼、哦、圣经都写白了，哈，就是因为我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哦、第一次去，我跟着犹太人，他也是信耶稣的犹太人啊，我跟他说以后那个假先知出现的时候、哦、
他是就是从天上得个从天上降火下来了，所以呢，他们都会以为他，你们都会以为，很多人会以为他是以利亚啦，你知道吗？因为以利亚基督来前，以利亚先来啊，然后呢，这个偏偏又是假先知啊，然后这个假先知又会指着敌基督说他是基督啊，哇嘞，你知道这是很好骗啊，怎么会那么好骗？他说我连，他说哎，真的是这样，他说我也会，连我都会被骗的，他是基督徒哎。他犹太人，他是基督徒，所以圣经一定好好读啊，你就不会被骗了。OK， 因为圣经都讲，你都告诉你，其实都讲清楚了。好，所以呢，他这两个见证人在那里，他是要见证什么？他那个时候就是要见证说，神的话就是见证徒啦，因为他们是不法之人，他是不法之人，他更是要送两个见证进去，证明神的律法、神的妥拉。然后你们肯遵守的，你还是有得救的机会。OK， 你要废除陀拉的，你要废除十诫的，你会沉沦。OK， 这是最后两个见证。好，然后七十个七的开始跟结束哈，所以我们现在讲七十个七的讲完哈。这个里面呢，这个整个图表的七十个七的开始是从这个 S。前面的这个 one 开始，耶稣受浸水里，好，这个最开始，你们在这个图表上面很快就可以找到，在最左边附近，耶稣受浸水里，在这里。然后呢，这个 one 我刚刚已经跟你们解释过，说的是第一个。第一天嘛，对不对？第一周的第一天嘛，有没有？好，算是从这里起算的，就是耶稣受浸水里，约旦人受浸水里。好，对，然后呢，这边是说几月？我有点忘了，好像是二月。Anyway， 这个是阴历是哪一个？这个啦，哈，哎，不是，阿比，告诉你。等一下，我那个很聪明的助手现在正在施行拯救，因为他这个吼实在是细节很多，有时候我自己会好在这里，这一个我们看吼，这个是二月哈。二月如略历就是阳历了哈，阳历的二月有没有看到？十六号有没有看到？好，然后这个日期是那个主后二十七年，主后二十七年，好，然后对照上去呢，这个就是在犹太人的。第十一个月，犹太的历法的犹太历第十一个月的第二十天，有没有看到？有看到吗？第十一，这个是太月亮在这里，有没有？第十一，第十一是什么月？亚达月的前一个月。对，亚达月前一个月叫什么月？就是第十一个月，实际上这个数字。哎，我也忘记，我早上还记得。OK， 不是。一路不是一路，一路不是一路。现在是一路啊，现在。我知道，对对，我现在是讲的是那个第十一个月，不是那个宗教历的第十一个，第十一个月不是讲那个，他是照尼撒哈。哦，这边我顺便讲，大家才不会误会。犹太人现在用的哈，他们的 civil 就是民间在用的这个历法，他们呢是以那个七月。就是现在下个月啊，哈，那个叫做提斯里月啊，提斯里月呢，当做他们的第一个月，所以新年就是那个月啊，哈，新年啊 ，Rosh Hashanah 那个月 ，OK， 但是哈，其实上帝哈在出埃及的时候，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有跟摩西讲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以亚比月为一年的开始，可是呢，犹太人他没有，实际上他在这个
民政治就是世俗的运作上面，他没有照这样来，只有在宗教上面，他以这个亚比月为一月，这样大家清楚吗？这样有没有清楚？好像有点不清楚。就好像我们做习是用阳历，那其实另外还有个意思。不是，不是这样。好，那个，因为哈，犹太人呢，照创世那一天起算，就是创世纪的第六天，他们认为那一天创造才完成，因为亚当受造是在创世纪的第六天，从那天他当作宇宙的时钟跳动的第一天。From creation， 从创造起算第一天 ，OK， 那那一天就是提斯里月一号，他们认为是这样。亚当是那天受造，所以他成新年一年之首。那亚当也是首嘛，头嘛，也是 Rosh Hashanah 哦。好，那他所以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他就是大概我们的。提示里面就是现在是大概九月了，他大概九月十月就那个时候开始，好，八九月开始这样子，然后呢，大概一年的，所以变成说，哎，阿比 ，How about this？ 不是啦，那个啦，那个图啦，这样讲比较快，不是啊 ，Google 一下那个圆的那个图啦。哦、希特巴啦，那么我现在先把这个概念讲清楚，大家不会乱掉，不会乱掉。在出埃及记以后，神把那个亚比月啊，亚比月本来是最后一个月，我想想看，亚比月就是闪月，不是，因为原来是。OK， 亚比月呢，原来是第七个月。如果你用那个提斯里月当一正月开始算，亚比月就是第七个月。OK， 所以你现在有个亚比月是第七个月，提斯里月是第一个月。可是到了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神说 No。要把亚比月当作正月，所以亚比月就变成第一个月，在宗教历上面，大家这样清楚吗？所以反过来，这个提斯里月就变成第七个月，在宗教历上面，这样大家清楚了吗？清楚没有？清楚了哈，好，谢谢，好。那这个要怎么算？到底哪个月是第一个月？哦，那如果你知道圣经神怎么讲就怎么算，那既然耶和华神说第。以本月为正月，亚比月，然后叫摩西说亚比月的一号，把会幕立起来。亚比月一号，神就是选定那天啊，他的行事历就这样，所以我们跟着神的行事历跑。那在以后耶稣来的时候，他一定是照这样跑的。可是犹太历是把提示历月算第一个月。他们现在是这样，他们没有改，就好像神叫他们把。要守七年，那每七年要守一个安息年，他也没守啊，一样啊，这样知道哈 ？OK， 所以我们说才所谓的宗教力跟他的民事力，好吧，就这样讲了哈，因为这他没有他的民事力没有跟着对神的这个换过来跑，所以你如果看创世纪啦、啊、诺亚方舟讲几月啊几号有没有？那个呢是还没有改过来以前。好不好？好，所以诺亚方舟停在那个亚拉拉山上的时候，七月十七号，那你要划到倒过来，因为那是创世纪的 calendar， 创世纪的历法，所以呢，你要把它以后面来讲，现在我们来讲，是因为神出埃及的时候把它改了，所以呢，那个就是亚比月十七号，因为亚比月本来是就第七个月嘛 ，OK。那这个呢，就是跟耶稣上十字架有关系，跟复活有关系，一早就定了，这样知道哎，所以神哈、哦、真的很神啊，就是哈、哦、为什么我们要很精细？因为神实在很精细，当你在这个精细里面把这些细节全部对出来，就是说，哦，没有人能够这么神的，真的是除了穿越，就是宇宙时空哈、哦，
过去、现在、未来，坐在他面前，他不在时空限制里面的神，他才有办法这样子弄啊。全部他都一目了然。OK， 好。那叫我们讲清楚的时候就可以来。好。所以这个从受浸水里开始，这边就是算作七十个星期啊。那这个是第一个星期，从的第一天从这里起算。好，七十个七结束的那一天是哪一天？大家记得这个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有没有？好，就是在这里，这个七十有没有看到？好，这个一有没有看到？好，这个七十，这一个这一天就是五旬节，这一天圣灵降临。OK， 这样子从耶稣受浸水里到五旬，他到五旬节的时候，用圣灵为门徒施洗，唰，把圣灵降下来，刚好七十个七。好，这是大的面来讲。OK， 所以你们看到这个图表就会在最前面跟最后面，跨七十个七，这是第一个。接下来我们再来分解六十二个七，七个七，还有一个七。那这里面是一个 pattern， 这个 pattern 不是一定照着先有一个七，然后七个七，六十二个七，一个七。好，它是我们先看六，它在这个里面的编年表的 pattern 是这样，格式是这样。六十二个七是怎么算？就是从我们刚刚讲到耶稣在约旦河受浸，有没有那一天开始算？哈、哦。第一个七的开始在这里，一样刚刚讲的那个一样，这边有个六十二，你们去找就有了。好，然后呢，这一天十号，这一天融进耶城，那这一天十号这一天这样子，六十二这样子就是六，这样子总共六十二个七结束。这个是那个 Sabbath， 这样算六十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啊，对，没错，好，这样刚好。然后呢，这一天大家看到 S 有没有？这个是关键的。这个是安息日。以前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也是在那算一二三，我算了好几年算不出来，因为我有一直以为被传统的观念给限制住了，就是说 The Palm Sunday 棕榈星期天啊，啊，那星期天啊，然后大家说哦，因为那天是星期天，所以呢怎么样？那个对吧？因为那个隔一前一天的星期六，耶稣要守安息日的那个路程有没有？所以他就那天他不会骑驴去进耶路撒冷城，有没有？所以觉得有道理啊，所以是一定是星期天。可是如果星期天的话，你再去算三天三夜，你就算不出来了，什么算你都算不来了。OK， 结果一直到 Michael Rue 讲的那一个什么安息日可走的那个路程，那个是法利赛人自己的 Irua 那个规定啊，耶稣来就是要拆毁以色列。那个法利赛人他们借着规定这些来用他们的宗教性的权柄来证明他们的话语比神还有能力啊！你们要听他的，不是听神的、啊。他们已经把妥拉加添跟删减了，你知道吗？耶稣非常恨这个东西啊，所以他来就跟他们对抗，就是对抗这个东西啊。OK， 那这也同时解答了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我问你。那好，那是星期天，星期六安息日的时候骑驴驹子进耶路撒冷。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叫门徒们说你要去找那个没有被骑过的驴驹子。为什么圣经特别要讲这个细节？因为照安息日的规定的话，人跟动物都要休息啊。可是这个驴驹子他从来没有被骑过，从来没有负过重物，他从来没有工作过，所以他不需要休息。
所以他安息日可以被耶稣骑。那你也就知道说为什么讲这个细节很关键啊。刚刚讲的这个层面以外，耶稣他不会去什么违反那个律法中的那么最小，很你看一个驴驹子这么小的规定，哎呀大气一点的，我们是你知道90%对了就好了，你知道一只驴驹子而已啊，阿爸方便一点，我这个比较快，我要骑着这种走了就好了。对啊，律法中的一点一画他都不会废，他每一样都要实现的。圣经的精准，耶稣的这样的持守，神的话语，阿爸天父的话语，他一样都不违反，到最微小的地步。对，啊，深得阿爸天父的心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就是我有一个你的小孩子，哦，你跟他讲他这么听你的话，你说，哦，你也是很融化嘛，对不对？你看，一样啊。所以呢，他那天很有道理。骑着那个驴驹子进耶路撒冷，因为这是安息日，所以这样我们才有办法从后面我们才有办法讲，才有办法数到三，不然你数不到三的。那如果数不到三的话，耶稣讲的话又破功了，因为他要在地里面三天三夜，第三天复活，那连耶稣自己的讲话也是没有实现啊。 Is that possible? 那可能不可能的嘛，耶稣讲的就一定会实现的嘛。来，好，那这样子就是62-7，就是好。那再来，因为这个呢，就是牵扯到那个你62-7的时候呢，会迷，直到重新发令建造耶路撒冷，能连城带壕重新建造开始，到有弥赛亚军出现，总共会有7-7跟62-7。好，那这个就是62-7，弥撒军出现。然后呢，在后面我们再讲那个1.7，它会被剪除。好，我们再看那个1.7在哪里？1.7，弥撒被剪除。那个1.7就是刚刚讲的62，他骑着驴驹子进去了嘛，对不对？然后就开始第63了。第63。他是在新，这个是第63，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就一个礼拜7天的当中的一半左右在那里。哎，我叫他。第四天。63，这是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对，第四天了、啊。耶稣钉定十字架这里了、啊，第四天嘛。第四天呢，就是星期几？星期三。好，非常好。要记住，这个很关键哦。第四天是星期三，不是星期四哦。好、哦，好。然后这个14有没有？亚比月，就是尼三月一样，14号有没有？好，然后。耶稣能定十字架，所以在1.7，弥撒被剪除，就这样应验。好，那我们再看，那所以我们刚刚看一个62-7，一个七，还有剩下一个7.7，那这又怎么解？再下来，就是从
阿伟，你放大的给我看一下，因为看分隔看的时候有点。应该是64到70啦，6、4、5、6、7、8、9、10嘛，在64，应该是64开始。那64在哪里？这里嘛。哦，那就对了，对对对，就在我就要找这个。好，我们这样对下来有没有？出手的大麦，那天是什么？现出手大麦那天是什么？复活节，对，出手节啦，就是那个。七日，对，对，安息日隔天那个早上，七日的头一日，那个玛利亚去到坟墓去，有没有？然后耶稣他要抱耶稣的腿，耶稣跟他讲说：“你不要碰我，不要抱我，因为呢，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有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大祭司要进圣殿去献出熟的果子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也是耶稣要带他第一批复活的。”所以他所圈选过的第一批复活的出熟的果实要带上去，当作出熟的果实到天上去献给父神嘛。所以他又特别吩咐他玛利亚说：“你现在去告诉我的弟兄就是，门徒就是我的弟兄，我要上去要见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好，然后呢，你告诉他们，然后他就升上去，升上去，后来下来了以后，那个另外一群的妇女。”他们才到，才去了以后，因为坟墓也是空，在那边要回来的时候就碰到了耶稣，然后他们就抱耶稣了，耶稣让他们抱，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大祭司已经可以被人家碰触了，不，因为大祭司从那个逾越节开始到出所这段时间他要独处，而且他独处他要在那个圣殿山里面哈。那个有一个那个石头的凿出来的房子里面，因为以色列他认为只有石头不会被穿透，不会被穿透，他在里面才会保持洁净。好，因为耶路撒冷呢，你比如说你走在街道上面，你走在街道上面，你可能下面是坟墓啊，你不知道，有的地都被改建过了，所以呢，那个你如果走在上面，你虽然不是碰到那个坟墓啊。但是呢，你走在上面，你一样变成不洁净，因为那个石会穿透。OK， 但是呢，你如果是石头的话，它就穿透不过去，所以呢，要把它放在石头里面。那这也为什么保罗才讲说呢，耶稣呢建造我们成为灵宫是石头，有没有？石头的灵宫啊，有没有？活石所造，因为不能够被罪所穿透的。OK， 好。所以这样子就解了，所以就是从第64到第70，所以你看到他出熟节开始那天，出熟节一定是礼拜天的，从那天开始算呢，那个算七，所以从这里，哦，1、2、3、4、5、6、7，有没有到这边？那七呢以后7、7、49以后的第50天就是五旬节，有没有？五旬节呢，耶稣就从天上，有没有把圣灵从接受父所应许圣灵降下来？这样子，所以这样子就是符合了最后一个7，7×7。所以你在这个整个从那个受浸，耶稣受浸开始到他降这个五旬节降下圣灵为止，刚好70×7，490天。好，再往下。好，这个就是刚刚讲的，好，这已经讲过了，没问题了。好，再下来。另外，什么叫耶和华悦纳人的恩言？我们在新约里面，刚刚你会读到耶稣在那个
会堂里面所读宣告的时候，他是说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结果 Michael Rood 说喜年是不对的， It's not a Jubilee year， 不是喜年。他说结果呢， 我也觉得很惊讶，赶快去查以赛亚书，因为他是 quote 以赛亚书的，那他引述以赛亚书的刚刚的61章的，所以呢那里面去查，对啊，希伯来文讲的就是恩年不是喜年啦。那但是在新约里面呢，比如说和合本的翻译者呢，他的了解是喜年，他就把它写成了喜年， OK， 他是恩年、哦、是恩年，而且甚至是 single 报告耶和华悦纳人的恩年，这是单数的一年。那神的话是很精准，那所以你这个一年怎么算，耶和华悦纳人的恩年是怎么算，就是从他在那个会堂里面，我刚刚讲他在那边报告，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的那一天、哦、从那个礼拜开始算、哦、因为他是还是在 7， 他是属于这一个礼拜。好，那就从这个礼拜开始算、哦、从这一天开始算、哦、五旬节，因为五旬节的时候耶稣呢是要到耶路撒冷是守节的嘛，但是五旬节结束以后、哦、他就到了那个会堂里面去，那他基本上还是在这个 week 里面，所以从他越报告耶和华悦纳人的喜年，就是在这五旬节的这个 week 里面，这个礼拜里面，到最后他把在公元二，你现在看这边左边呢是公元27年6月1号，公元27年，哦，因为这阳历没有出来，阿比亚是6月7号吧？啊？我们要改一下。对啊，还是啊，这请不是？对对。哦，这里。哦，6月1号，没错，没错。有没有大家看到六月有没有这个一啊？我现在讲的是格里高月历啊 ，OK， 这没错，这样清楚吗？这里有没有？这一排是格里高历，好、哦，啊不是格里高啦 ，Julian， 卢略历，好、哦，卢略历的6月1号，然后呢是那一天是那个啊安息日，好、哦。第一天，他是第一天，他是后的那个月份的第一天。哦，对，第一天，对，这是第一天，好、哦，第一天。然后呢，这个七是那一个月的第七天，那个月的第七天。然后新月是从1号开始，刚好是第七天，这样子。好，那所以耶和华悦纳人的恩年，就是从他报告耶和华悦纳人的恩年，都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到他一年以后升天上去，从天上降下那个用一他在受洗的时候，之前在受洗的时候，约翰指着他做见证说，我是用水与你们为你们施洗的，但是呢还有一位后来要来的，我替他提鞋带都不配的，他是要用圣灵与火为你们施洗。所以耶稣他不帮人家施水礼的，因为他一定要施的是他所施的，施水礼是约翰的事情， OK， 或者是他门徒的事情。所以圣经讲很久，耶稣不为人施水礼的， OK， 他是专门用火跟圣灵来施洗的。所以他火跟圣灵施洗下来为门徒来施洗，那是什么时候？就是五旬节教会，我们说新约教会诞生的那一天。好，这样子就结束了他的这个耶和华悦纳人的恩年，这样子五旬节到五旬节这样子。好，再往下，哦，这样子 OK， 这个我们讲了。好，耶稣生日之前的宣告，来，耶稣什么时候出生的，大家想不想知道？啊，公元前3年9月12号，吹角节，
不是啊，这不是崔小姐 ，sorry， 我讲，这是他，这个是他要出生之前的天下，天下。哦，那这个我们昨天有讲过，今天就不讲了。OK， 好，但是呢，重点是在9月12号，公元前三年9月12号崔角节那一天。好，那一天呢，就预告了弥赛亚快要降生了。然后弥赛亚是什么时候降生的？是从崔角节开始算起算，崔角节算第一天开始。崔角节起算第十五天，那是什么？哦，祝棚节。对，就祝棚节的第一天，祝棚节就从那一天开始。提斯里月十五号，祝棚节。OK， 那有没有道理？我们往下看。约翰福音一章十节，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好，你看这个。住在我们当中 ，tabernacle among us， 有没有 tabernacle？ 就是听见 tabernacle 就是支搭帐篷，那个哦，支搭帐篷，支搭帐篷就是 sukkot。那个时节，这个就是支搭帐篷，因为耶和华神规定说，你们要这样子守节，这样子来纪念当初我在旷野的日子嘛，而且在旷野我你们同住一起漂流的日子嘛 ，OK。哦，这样子，所以呢，耶稣在道成的肉身在我们当中 ，Sukkot， 这个意思。其实这个是对照，所以真正你要了解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是道成的肉身，不是只有住而已，是 Sukkot。回到旧约里面的那个摩西的会幕一样，神呢就是在那个借着他那个会幕跟以色列人同住嘛。然后走来走去的，可是这一次呢，他是肉，就是道成的肉身，亲自怎么样支搭这个帐篷，在住一住在我们当中，就这样，是属靠，所以非常有道理。然后呢，照圣经的规定，男孩子第几天行割礼？第八天，所以刚好是节期末的最大的日子，第八天行割礼。好，耶稣什么时候？就说圣那个玛利亚是什么时候感孕的？那个比施洗约翰的半年。哈尼卡，光明节的时候，那个呢也很有意义。哈尼卡，因为它是什么？它宇宙的真光嘛。那在光明节的时候，对啊，因为。你看，当你把这样整个的事情来看的时候，神他所命定的这个宇宙的天象的运行、轨道的运行、不同的轨道、不同的速度，种种，然后从那个里面还要规定耶和华神的律法，这一切都是活的哎。他这样子转来转去，然后呢，那个亚比月大麦有没有成熟？什么好多的事情要全部对准了 ，right？ 然后在那个耶和华的节期。哦，然后在那个时候，所有的细节、人事、实地物，要真人、真事、真物，这样实际上演，好让你知道，我们信耶稣就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信的不会错，比一加一等于二还要准。如果一耶稣不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的话，一加一就不会等于二。再往下，啊，这边呢，就是讲到的是路加福音是讲到是耶稣出生的时候在伯利恒，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一个时刻就是祝棚节，我们刚刚讲过的啊，就是提示你月十五号祝棚节的开始。好，就这样啊，往下，这个就好，所以呢，耶稣的生日是公元前。三年九月二十六号，从吹角节起算，是九月十二号。哎，从吹角哎，阿米啊，这是什么？跨国？等一下 ，15 day 了。OK， 这个翻译有点不对。好，是耶稣出生，耶稣的生日是公元前
三年九月二十六号，就是等于从九月十二号吹角节那一天起算的第十五天。所以大家来算一下好不好？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有没有十五天嘛？哦，就是这样。哦，好，这样子。哦，还好有算到刚刚好，不然我越算越紧张，万一又算错了怎么办？好，再下来，等一下，再下来哈、哦。这个大家看看，他们坐在摩西的座位上面，假装他们有摩西的权柄，然后呢，他们在摩西的座位上面呢、啊、制造塔卡诺，他们法律上自己的法条，然后他们能说，他们不能行，就是说他们说他们会做摩西所做的。其实他们不做，然后呢，他们自己规定的这些 takono 他们自己也不做，但是把这些重担加在你的身上。OK， 能说不能，这摩西的座位。好，往下看，这个就是 Michael Lu 坐在摩西的座位上面，拆毁 takono。哦啊，这个呢也是，我就坐在摩西的座位上面。好、哦，这稍微啊。体验一下，体验一下。好，再往下。哦，这个法，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在那里坐在那里讲解法利赛人的塔卡诺。OK， 因为法利赛人说，当他们坐在摩西的座位上的时候，他们就上帝就给他们摩西的权柄了，所以他们在摩西的座位上面所制造的塔卡诺，连上帝都要遵守，因为上帝把这个权柄给了他们。OK， 这样意思。其实这个也不足为奇，又要讲一下罗马分地纲。你去查教宗所讲的话，可以超越圣经。你说有这样的事吗？有的，到现在还是这样，还是这样。好、哦，好，再往下，约拿的神迹，这个呢，我们就好。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四节，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所以呢，耶稣基本上 OK， 你们这些法利赛一天到晚跟求神迹，我已经行了这么多神迹，印证了很多的事情，包括在光明节的那一天，我让那个天生就瞎眼的得看见。从有人类历史以来，哪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眼睛被打开能够看见的吗？这不是以撒书先注明了，我就行了这个神迹给你看又看的吗？为什么一天到晚来问我，就是一直要问到我行不出来为止吗？来，不信就不信啊，总是跟你找麻烦啊。 OK， 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时代，我就留这个神迹，约拿的神迹，你要是看得懂你就得救，你看不懂 Sorry you missed the bus，救恩巴士就开走了。好，那约拿的神迹有什么厉害的地方？约拿的神迹第一个，根据我们前几天才发布的那个日全食，那个约拿的神迹就在约拿那个时代，尼尼微有一个日全食刚好跨越过那个尼尼微城，在那个之前又有饥荒，所以他之前已经有一些 sign 在那里，所以呢，已经抓了蛋了，你知道？因为根据那从现在考古出土的那个皇室的那个石碑上面所记载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日全食经过，而且呢，他们对这个日全食的解读也写在里面。他们认为说，像这样的情况就代表什么？不是搞财改朝换代，就是这个皇室会被推翻，被另外一个人来取代当王。OK， 所以这本身的神已经预备了这个。然后呢，所以约拿一去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说要悔改，约拿不愿意他们悔改啊，约拿恨不得他们先死掉啊，有这样的先知有啊，约拿。
因为他们是亚述人太残暴了， you know? 然后神，他们到约拿呢又知道很明白神啊，明白说他们一神，如果他们愿意悔改，神就会赦免他们啊，就不会降那个灾下去啊，就毁灭不了他们啊。所以约拿拼命往反方向跑啊。那神为什么派约拿去？因为约拿明白神的怜悯跟神的公义，他都明白啊，神才派约拿去啊。可是约拿他的天生的爱恨情仇啊，天然人的爱恨情仇胜过神的爱恨情仇啊。我们人的爱跟人的恨，如果没有被 sanctify， 被神叫 sanctify， 中文叫什么？圣别。圣别，哦，到一个地步是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就会像约拿这样。OK， 好，哦，所以当先知实在是不容易啊。哦，那 anyway 呢，到最后反正神就派了一个大鱼，大家都知道的故事，三天三夜把它吐出来，然后那个大鱼啊，可能还是游回去了啦，就是哎，反正你往那边吞了，那边游回去，我就叫你去尼尼微就对了。到了岸上，啪吐出来，你还是得乖乖去。所以他满身的腥臭味啊，哎，然后就出来，然后就。哦，就很不甘愿啊，就讲就很简短讲四十天，你们就要倾倒了啊，怎样这样？然后回去可能还暗中祷告，嚯，哦，最好他们不要悔改，我要等着看他们倾倒。你要坐在那边看啊，嚯，哦，最好是倾倒。哦，没有想到从坐宝座的到王到最下面的奴仆，全部都禁食，连动物也要禁食。哦，他悔改了，悔改，约拿的神迹这样。好，耶稣说我就留一个约拿神迹，有。第一个，从午正到申初啊，就是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遍地都黑暗。我问你，那个时候是逾越节，我们刚刚讲到逾越节正月十四号，于是那个时候新月是正月一号，要对不对？离三月一号是新月啊，所以逾越节十四号那是什么？那已经是满月了嘛，快满那满月时分没有日全食的。日全食只会发生在新月的时候 ，OK？ 月全食只会发生在满月的时候，好，哦，这样子。所以呢，表示说，约拿那个时代那个日全食 ，it's natural， 这是自然界的日全食。耶稣那个时候他挂在那里那三个小时啊，这是一个超自然的日全食啊，遍地都黑暗了。因为就是不可能的日全食在那个时候发生才叫做 sign， 你还看不懂吗？你还不信吗？百夫长看到就信了，这真是神的儿子，不信的对不起，拜拜。因为你连这个都要否认，那没救了，硬到底了嘛，要让你去啊，留下这个约拿神迹。约拿神迹另外一个层次讲的就是人只要在地里面三个晚上三个白天，还要在第三个白天复活，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那要怎么满足这三个条件？耶稣在星期三下午日落左右，对不对？三点那个，然后他们把他安葬，大概四五点了，进到坟墓，对。好，我们现在来算。所以三夜三个晚上怎么算？星期三晚上，星期四晚上，星期五晚上。哎，那如果耶稣是星期天早上复活，那不是又多加一个晚上？要星期六晚上。所以耶稣是不是星期天复活的？星期天早上复活的？不是啊，没道理吧？对，这样就是四个晚上了嘛。好，所以三个晚上了，对不对？好，那我们算白天，星期四白天，星期五白天，星期六的白天，一直快要到日落的时候，耶稣复活了，在第三个白天。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复活了。等了一下，
日落，然后呢就收割第一批的出手的大麦，出手的果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时候这一些被他事先圈选过坟墓开的，在他受钉十字架那个时候已经先做起来的，做起来就是表示他已经先被圈选过了，就好像大祭司就在同样那个时刻必须要去那个橄榄山上面，那个大麦已经阿维夫了嘛，阿维夫的他要圈十捆，他只把它这样子越圈起来，就是把它这样竖起来，圈圈十圈，让它可以竖起来。哎，同样的，在那个时候，耶稣也选好了他自己出手的果子，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呢，当他那个耶稣断气了以后呢，地震，然后坟墓裂开，有没有？已睡的圣徒有一些就坐起来了，他没有起来，没有 walk， 但是那表示什么？耶稣行他大祭司的职分。出手的大祭司职分，他一样先圈选了第一批出手的果子，然后呢，等到三个晚上、三个白天，他复活的时候，落日的时候，出手节就开始。那个时候星期六晚上，就出手节就开始了。好，那就是收割的时候了。收割这十捆，就是大祭司去收割那十捆，他也收割他的这些出手的。那所以这些人呢，那个时候就我说他们就起来起，就走进去耶路撒冷吓人的啦，就说哎呦吼、哦，对不对阿宙，你不是已经已经躺在哦，我记得已经死好多很多年了呢，你怎么会出来？来，然后就这样，然后呢，同样，然后隔天早上大祭司。去圣殿献那个出熟的大麦的时候，耶稣也一样升天，带着他们上去到父神面前献这一批出熟的果子，然后就跟父神说 Daddy see you later, I love you, please take care, good care of them, 然后就下来了。那这样啊，因为他完成大祭司的职分，好，这样子。所以，可是这一个三天、三个晚上、三个白天，哎，这也不是这么简单一件事情。因为我刚刚跟你讲，他要圈这个 ，right？ 然后呢，还要那个时候复活，然后呢，还要再生，跟那个出手节的时间都要对上去。他也非得是在星期三下午钉十字架不可，这样才会完全跟当年的。那个希伯来的力完全废除，所以这样子就验证他就是弥赛亚，哈利路亚。那这样子他就把逾越节、把除酵节、把出熟节的复活什么这些所有的层面，人事实地物全部把它应验。所以照这样子来看，如果像他这样子精准应验的程度达到了百之百，你认为呢？秋季节期的，我们刚刚读的吹角节、祝盆节，对，赎罪日、祝盆节，说启示录里面这些要应验，它里面详细的这些预言的成分，你认为照那样子百分之百预言它要应验的可能性多少？也是百分之百吧。He has a very good track record， 他的记录太完美了。Right. 所以你如果要买股票，一定要买这一支。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谢谢大家。哦，有少讲一下哈、哦。啊，不过讲不好，我就要大概讲一下耶稣哈、哦。尼哥底母啦，你们自己看哦。但是我就很快讲，这边也要录一下，不然有点浪费。那个尼哥底母哈、哦，尼哥底母半夜来问耶稣啦，你们就看这个图表上面这里哈、哦，有这个事件。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那是出熟节，出熟节的开始就是晚上。那个他跑来见耶稣啊，
然后呢，为什么耶稣呢一开口，耶稣说，哦，夫子，我知道你是从神来的，不然不是从神来，没有人能行这些神迹啊。耶稣一开始就开门见山跟他，我告诉你，人若不重生不得见，就不能见神的国。为什么那时候跟他讲重生？为什么？因为是出手节，出手重生就复活啊。最我刚早上讲了，最完这个重生啊，不是只有灵性的重生啊，我们最终的收容、最终的拯救、最终的复重生，是连肉体都复活成我们刚读的帖撒罗尼迦的冒头号头末世吹响，复活成荣耀的身体，就是复活之子嘛，再也不会死啊，才能够承受永恒神的国啊，才能够跟神在一起啊，不会变成一滩血水啊，你知道？所以呢，耶稣在那个时候就跟他直接讲 resurrection， 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呢，他在我刚刚讲说他在那个圣殿山游走，他去守住棚，那个光明节，约翰福音有记载，他去守那个光明节，他在圣殿中游走。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发生了那个天生的瞎子那件，那个眼睛被打开，有没有？天生的生下来已经三四十岁了，那个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法利赛人就把他给这个瞎子给找来啊。第一个发生的时间是光明节，吼、哦，然后在哪里？就在圣殿上面山上面做这件事情，哎，时间地点。第三个，以赛亚书61章讲得很清楚啊，瞎眼的要得看见啊。第四个就是弥赛亚来要做的事啊。第四个，不只是明大说，第四个那个瞎子都跟他们讲说，哎，从来没有一个人把生来是瞎的眼睛打开让他能够看见啊，你还跟我讲说他不是弥赛亚，他不是从神来的啊，不他是谁呀、啊、you know， 然后呢又第二次又把他找去问，想要问出不同的口供出来，哎，那他就觉得很奇怪，说你们这些人这么认真又来问我一次，难道这次你们想通了，你们要相信耶稣吗？他说去去去你好 you know， 这样子 OK， 这个灵性的瞎眼，这个真光啊，这个光明节，这个就是讲到回到那个创世纪，地里面有没有地是混沌黑暗，因为你想想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为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第二节就是渊面黑暗，哎，奇怪，创造不是这样，以赛亚书里面有讲我所创造的岂是空虚混沌吗？right？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救赎的隐喻在里面啊， right？ 那是讲的是空虚混沌，是一个没有秩序的，连一个 form， 一个烂泥巴拿起来就是烂泥巴，连个样式都没有了嘞。所以他重新捏造什么什么什么，因为所以这个创造里面有这个救赎在里面的、啊。OK， 他是也在讲创造，也在讲救赎啊。可是这样子的渊面黑暗，那么厚的这种瞎眼，这种 blind 的这种 darkness， 这么暗，就好像这一个瞎子天生就瞎的那种的瞎，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天生瞎的。天生瞎的，他那个眼这里啊，他眼打开的时候，这里是那种，哈，他们叫 opaque 啦 ，opaque 就是这，好，对，那种瞎哈、哦，第一个光透不进去，第二个他也不能够反射光，瞎到这样子 ，cannot receive the light。那个穿不过去，不要说穿过去，你说那你最少可以把光给反映出来嘛 ，reflect 反映出来也没有，就代表我们灵性的瞎眼，原来堕落以后就是这样的无望，我们自己救得了自己吗？这么样的灵性的黑暗怎么救得了？所以神说，但是有一道光，所以神说光。进入那个黑暗，只有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的这一道真光啊，才能够刺穿，才能够穿透这样子的
灵程度的灵性的瞎眼，所以他这个瞎子天生的瞎子，又在光明节，又在圣殿上，他们特别要做这件事情，来证明他就是创世纪里面的真光。只有这样的真光能够穿透刚刚所讲的这种完全没有希望的瞎眼，然后让他眼睛看见，这才是弥赛亚。这样的弥赛亚就是我们的救主，哈利路亚。